准收看稳操胜券节目啊。那今天的大盘一样持续的往下修正哈，那见高档之后修正啊，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啊，那代表说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动作，好，我们带领我们的会员啊，在高档区啊，一共调节了五档股票，包含普通会员两档股票，那 VIP 会员的话两档股票，清代会员的话一档股票，总计是五档股票。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动作啊，做的是对的哈。那持股调节之后的话，老师认为这个地方还没有走空，所以说我们会利用拉回的时候，在适当的一个点位，那会带领我们的会员啊，来做出一个进场布局的动作哈。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下跌啊，那投资人可能都认为说跟随着美股升息有关哈，我相信短线上面呢可能是受到所谓的资金的一个影响，但是长线而言的话，美股的一个升息就代表说美国的景气啊，的确啊它已经恢复了，包含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所谓的非农就业数据，好，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数据出来的也相当的不错啊，我认为一切都在我们掌握当中哈。那来看一下我们的顶尖胜券日报，在今天我要告诉我的会员家族，今天你的操作的重点包含这个礼拜你要注意到哪些族群跟哪一些股票，我相信都在我们这份啊顶尖胜券日报里面哈。那今天在这个地方的话，老师必须要跟各位讲哦，开盘八法告诉我们这个三高，今天开出来的三高并没有大涨的原因，好，我在这所谓的胜券日报里面写得非常详细。好，那均线三绝的部分的话，今天面临到所谓的关键性的转折，好，这个地方的话就保留给我们的会员哈。那这个地方来跟我们会员来做出个验证，上个礼拜五啊，11月6号礼拜五啊，我们一共卖出去的五档股票，好，这五档股票我相信都在这边，好，你都可以来验证，好，你是老师会员吗？你就可以拿出我们的顶尖胜券日报拿出来验证哈，来导播拉近哈。那今天我们买进了两档股票，好，这两档股票是属于一个长线布局的股票啊。那这两档股票有个共通点，第三季的营收成长性非常大，十月份的营收已经公布了啊。严老师认为从第三季到第四季一直到明年，这两档股票啊，它所表现出来的营收成长，有机会让我们的会员做到一个大获全胜，好，所以说这两档股票今天已经发给我们的会员了哈，那操作上面要有耐心，好，那这边来跟我们的会员来讲一下哈，近期而言的拉回啊，绝对是好事情，绝对是好事情，因为你手中现金的部位啊非常多嘛，你要静待一个拉回可以大力买进的，这个叫做关键性的一个转折哈。如果说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买低，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的创造价差跟所谓的波段操作，好，那操作方面要注意到不要太急，事缓则圆，好，不要去做出个照镜的一个动作，按照我们的简讯，好，老师会帮各位来做到一个大赚特赚的哈。那顶尖胜券日报要记得哈，这个所谓第一页的下半部啊，这个地方哈，严老师利用这档股票啊，他是做面板驱动 IC 的哈，利用这一档股票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会员，这个 IC 设计目前为止从上游的所谓的细制材的部分，从中游所谓的 IC 设计，到所谓的晶圆制造，一直到所谓的下游的封装测试，这四个供应链，老师就用这500字的一个文字啊，大概的来帮各位做出一个叙述了哈。那我希望你们从产业的一个分析里面，好，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知识，能够帮助我们的会员对于 IC 设计这个产值的部分啊，能够通彻的了解哈。那老师下一个结论啊，来导播拉近哈，这个结论在这边哈 ，IC 产业为产业的一个龙头，好，这个是大家都肯定的嘛，产值有机会还是持续成长了哈。那台湾在去年啊，我们台湾的总产值 IC 设计啦，突破了2兆哦，这个叫做兆元的一个产业嘛哈，突破了一个所谓的2兆的一个新台币。好，那你要记得哦，那目前为止经济不景气哦，但是我们的成长性啊，啊持续啊，啊成长率啊还是高于全世界啊，啊代表 IC 设计啊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金鸡母啊，所以说这些当中的股票有一些在低档区的哈，你真的可以留意一下了哈。
那我们的稳操胜券日报哈，顶尖胜券日报哈，我们会把大盘的一个方向啊，一个详细啊，在所谓的解说里面，包含啊我们近期要操作的股票啊，这档股票啊，我们在礼拜五就获利出场了嘛，啊，它叫做代号2379的瑞昱，那包含所谓的联发科啊，那看到所谓的 F 凯盛啊，我相信这些股票啊都是事先讲啊，不会跟各位马后炮。那我们事先讲的目的就是说，让各位都能够事先知道的这档股票，然后来做出一个参与的一个动作啊。那一样来验证一下，上个礼拜五哈，11月6号礼拜五来我们的操作哈。那我们的操作是属于稳健操作啊，每一级会员持股绝对在3档以内，利用这3档股票的一个低买高卖，利用这3档股票的一个所谓买进或卖出的动作，来帮我们会员来做到一个获利赚钱哈。那这个上个礼拜五来普通会员的2档股票 ，VIP 会员2档股票，啊，包含清代会员一共5档股票，这边做到了全数出清，也做到了全部获利。严老师带着各位买进买出，买进卖出，然后全数获利了结。好，这个一部分的资金啊，好，老师准备低阶嘛，那也可以带各位来布局啊一些在所谓的低档区的一些股票。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稳操胜券啊，我们操作的一个目的啊，持股3档以内，有效的在低档区做出个买进，有效的在高档区先行做价差，拉回找买点。不管你是布局波段的，还是先行做价差，老师都会秉持着专业的精神来帮各位服务哈。那普通会员的第一档股票，来这档股票叫瑞昱哈，这档买进的一个时机点啊，那到后面持续的啊创一个所谓的波段的新高。网通 IC 股票要注意，日后还会大涨哈。那我们先公布我们第一次买进卖出的一个证据啊，希望能够帮每一个会员，包含普通会员在内啊，能够帮各位赚到钱啊。这是我们在11月啊这个5号卖出去的啊，这档股票叫瑞昱哈。那另外一档股票叫做啊这个苹果概念股的哈，机壳股的一个凯盛，这档股票你要留意啊，它做的所谓机壳，金属机壳的部分是属于 NB 跟所谓的平板电脑的啊，平板包含 NB 的部分啊，智慧型手机的部分它没有做啊，所以说智慧型手机如果说成长性不佳，跟它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近期而言的话，好，我相信这个股价创新高，我在节目里面啊都有事先讲哈。那股价创新高哈，这个股价不是说只有买没有卖哦，好，不是说你买了之后你就一直摆，不用哦。好，那创波段新高，记得我们的简讯一定有告诉你哈，当天的一个卖价减掉你当时候的买价。好，在这么不景气的同时，大盘2天跌了200点。好，那你能够做到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哈，那好，这个价差19块，1张、10张、20张啊，那看各位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状态了哈。我希望真的是每一个人啊，好，都可以买到20张，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到10张啊，这样股票啊，我们在大跌的同时啊，我们能够做到一个获利出场的一个动作哈。那6456的 FGIS 哈，哎，之前这笔单是套牢的。好，那我们利用所谓拉抬的同时啊，我们不止解套了，我们也赚钱了啊。那目前为止 GIS 啊，好，在这一通简讯之后的话啊，在这通简讯之前啊，我相信简讯发出来的几乎都是赚钱的啊，没有赔钱的了哈。股价就是有买有卖，好，麻烦你按照我们的简讯来操作哈。那第四档股票来，矽制材的啊，也是 IC 设计最上游的，它叫矽制材的哈。那你看到老师在节目里面讲啊，有没有操作啊？你要注意哦，看老师的简讯啊，我们真的有做啦，啊，真的就是有做，老师就会拿出证据给你看，包含会员等级，包含你所看到这档股票的身份证号码，啊，老师完整的来帮你做出一个呈现，啊，来完整的帮你做到一个呈现哈。那 IC 设计股票还有这档股票叫联发科，来。它的股价从高档区啊往下修正啊，修正的幅度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在低档区啊，我们看到一个整理结束的一个讯号，老师认为在这个地方啊，好，有买进的一个机会啦。好，那当然老师跟你讲的大陆市场包含毛利率竞争，这个你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参考资料，我们在所谓的顶尖胜券日报里面都有帮各位介绍这档股票，好，介绍这档股票
也就是说在发动之前呢、啊，我们会在我们的顶尖胜券日报，好，也就是严老师现在目前为止手拿的这份，好，手拿的这份，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回到11月3号，来，我们就会在这个顶尖胜券日报里面哈，强力的来跟各位讲，这档股票是属于 IC 设计的一档股票，叫重点股哈。那这个产业的分析你就自己看一下哈。那这档股票请你留意哦，来，啊，我们在胜券日报里面有介绍，我相信也有带我们会员操作了哈。那这天拉到涨停板，好，一样在上个礼拜五哈，我们先行的先做第一次，啊，先做第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先帮我们会员啊，先做那个获利了结。好，我认为这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对投资朋友们来讲非常重要哈，也就是说你可能是新加入的，你对于之前操作不是很有信心的，好，你可以借由第一次的操作你就赚钱了，好，来累积各位的信心，来让各位对于这个股票市场啊充满了希望，啊，充满了希望，这是一个做分析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责啦，好，不是说在节目内呈现说我们股票赚多少钱。好，绝对不是，好，绝对不是哈。那今天会开放给全国的投资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来做一个动作，它叫做持股诊断。严老师的持股诊断跟一般老师他们所讲的持股诊断完全不一样。每一通电话都是由严老师本人我亲自的来帮各位回电。好，所以说今天把握这个机会，好，持股的问题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老师说过了哈，老师的持股诊断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好，你只要做到一个持股诊断，这个电话一定是由严老师亲自来帮各位服务，好，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直接跟我们助理来做到一个持股诊断，严老师亲自服务的一个非常好的好一个方法，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头痛，请用五分钟。嘴齿痛，请用齿痛五分钟。五分钟，好。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运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骨传低基金是零胆固醇的，营养健康好吸收，而且很好喝哦。每罐骨传拢五星分金呢，还通过这么多项品质认证。上街去搞刚，为苏的健康是骨传低基金，让我们都健康。华托福元堂各大产品全面优惠促销中，来电洽询咨询专线0800-001-860-0800-220-2639。欢迎回节目现场，继续收看严老师为您主持的稳操胜券哈。那老师的侧标哈，那最近有做出个改变哈，我们就打持股三档啊，这个纪律操作。那很多人啊，参考了严老师的侧标了哈，所以说我们现在把侧标都拿掉了啊。你如果真的你有兴趣的话，啊，老师认为啊，这个老师跟你讲的你应该可以接受了啊。股票真的不用太多啊，持股三档以内，我们纪律来操作，我们做到个低买高卖获利。好，入袋的一个动作，我相信操作上面要讲究纪律，啊，尤其是所谓的高价股啊，绝对不要去做出个追高的动作，好，逢低逢拉回
真的可以去做出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哈。来看一下大盘目前为止的 K 线图哈，这个大盘呢见高档之后三天的一个拉回哈，那确定它到底是往下还是往上啊？那严老师认为了哈，都要中性来看待啊，注意哦，看严老师的均线三绝啊，这个地方。你是严老师的会员啊，我们在顶尖证券日报里面一定会跟各位讲，你只要打开来你就知道答案了，啊，目前为止大盘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我们在均线三绝里面，啊，跟各位讲解的非常清楚，包含啊我们之前卖掉的五档股票，啊，应该跟你手中简讯的完全一样，那今天买进的这两档股票，我也在我们顶尖证券日报里面公开的跟各位讲，啊，那目前为止操作方面你不要急。你真的不要急，事缓则圆，不要照进，千万不要照进。那如果说你对于产业面呢、啊，有更新一步的想要认识这个 IT 设计产业的话，今天老师写的这500字的文章哈，你真的哈，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哈。那我们的均线三法，来，今天在我们的顶尖证券日报里面也有写了哈，短线穿过中线就是往上。如果说收盘价跌破短线，代表短线上面有拉回；如果说贯破中线，三天之内没有站上的话，代表它在做一个多方修正。好，这个非常简单、容易懂的一个动作，利用我们的均线三法来判所谓的大盘的一个多空嘛。所以说，我们嗅到的这个两天的大盘的一个回档修正，修正了200多点，那我们能不能够避开？老师啊？啊，这两天的修正哈，能霸掉呢？那最好是卖在礼拜五啊，卖在礼拜五的话，这两天的修正都可以避开啊。那礼拜五老师有没有帮各位做动作？有啦哈，有帮各位来做那个减码的动作啊，不止帮各位减码哦，这五档股票我们全数出清哦，每一档都赚钱，没有一档是亏钱的，几乎档档都大赚。好，那口说无凭啊，口说无凭啊。这是第一档股票，这是第二档股票，两档都是普通会员的，瑞昱，包含凯盛，这两档都是普通会员的 ，VIP 会员的叶晨、力旺，这是 VIP 会员的哦 ，GIS、力旺。好，两档股票调节，清代会员的部分，联发科，简单又明了，没有模棱两可，好，但是今天买进的这两档股票，我也希望投资朋友们你可以保密，好，那之前的可成啊，在低档区啊就呈现一个黄金买点，现在的可成啊，跟老师之前跟你讲的应该是完全是相反的哦，当时候在底部区啊，老师叫你买，你买就对了。现在在高档区准备要修正哦，老师先讲哦，位阶不一样，不要逆势去操作，啊，当在底部区的时候啊，你可以大力的买进这一档股票啊，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2474的可成，包含这个3552的同志，啊，挑选到一档好的股票，三个月的操作能够让你反败为胜。代号4137的 F 立丰也是一样。好，那今天要跟各位讲到一档股票，代号6415的，来，这档股票叫做 F 系列，哎，连大盘连续两天跌哦，这档股票连涨两天，啊，今天一样持续创波段新高，好，那这个买卖点啊，你要注意啊，最好的时机点在什么地方？啊，3月底4月初，我相信啊，你都看得懂，在这个地方去买，啊，应该会最好，啊。那新会员的部分呢、啊？我相信我有提醒你了，我有提醒你了啊，也有带你去操作了哈，啊，希望你的张数啊，啊，可以多买一点啊。那老师刚刚讲过了，买这张股票最好是买在什么地方？来细给啦，4月初，越早越好。为什么？这个是不是4月初？是吧？4月份的操作。5月份做两次，啊，我们都拿证据给你看。那包含6月份参加我们会员的哈，来，第一次操作，第二次操作，啊，那如果说你是新进参加的，在9月份，好，我们一样能够赚多少，我们一样会帮各位
来做出个操作。那这档股票为什么它会涨不停？为什么它会持续大涨？严老师挑的股票，第一个毛利率跟盈利率，你看一下，一定是绩优的，包含现金股利的部分，包含它未来的展望、业绩的一个成长。我相信我们选股的逻辑不会变来变去，我们就是会挑选一些绩优的好股票。那小型股的部分，请你留意哦。老师一样有做小型股，小型股一样秉持的什么业绩题材跟爆发性，好，这三个主题你不要偏离掉，好，然后在底部去找买点，不是在所谓的下降轨道去找买点，好，这个位阶不同，你得到的一个成效也不同，在底部区真的是属于底部起涨的，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上严老师的脚步呢？你还在等什么？你还在等什么？有人说在等验证，好，验证跟赚钱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富爸爸效益哦，创新高，每天看节目的一定有看到这一张了。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张，你可能也会看到这一张了。这一张跟这一张差别在什么地方？越早买，你越赚钱。好，你只要不要买在高档区，你都是赚钱的。目前为止，我们手中这张股票出清了，有没有模拟两可？没有，非常清楚的告诉你。小型股的部分，2233的宇龙，老师说你要赚五成还是赚一倍，你自己挑一个。好，那有人不贪心，老师五成就够了，老师五成就够了，比较贪心的说，老师有没有机会倍数翻？其实这个要看股票它的筹码面，包含业绩，好，包含所谓的题材面，有机会发酵。至少你在低档区你看到了，在这个地方是整理结束的，好，下降轨道你是赚不到钱哦，一定要买在整理结束之后出现关键性的讯号。老师说过了，这样股票利基点在所谓的中国实行啊，这个排放的一个标准啊，还有包含啊上半年啊业绩不好嘛，它是做到一个去库存化，下半年的业绩是增温的，好，这下半年比较有机会。当然我们是买在低档区嘛，好，那毛利率跟盈利有没有机会成长？它是一档汽车概念股，第四季是属于汽车的一个旺季哦，好，你要注意哦，股价常常在所谓的最好的时候会落底，这个时候啊，专业的老师跟你讲，这一天叫9月3号，9月3号有没有发简讯给你？从这根涨停板啊，到这一根涨停板啊。我相信时间点啊也非常接近，你真的想要赚大条的，你跟上脚步哦，挑战前高有没有过？好，我相信你看得很明白啊，你每天看节目，你看得很明白啊，好，但是你赚钱了没有？啊，这个才是一个重点啊。那我们的新加入的一个家族成员啊，老师必须要耳提面命的告诉你啊，我们会员所有的股票就是三档。每一档都有认证码，你从简讯里面一定看得到，保证带进带出以外，颜色停利跟停损能够帮各位避开风险，绝对都有实际的绩效，不会虚伪造假，因为严老师是以诚信为本哈。选股的话，注重基本面、技术面跟筹码面，也挑选绩优的股票来做出个布局啊。那后面要布局的股票，我们经过精挑细选之后，一定是整理形态完成之后啊，有机会大涨的股票，我们会把它列入到一个所谓的成功的一个模式啊，那带着我们会员啊，来做出一个所谓的操作哈。那后面的话，新会员的部分，请你留意哈。一个投资组合三档股票啊，新会员的部分的话，老师会啊，在你入会的同时，第一天要买进的同时，老师会亲自的打一通电话跟你问候，那希望能够增强各位的信心，好，股票真的不用做它，股票真的不用买太多档了，你真的看得准三档就够了哈。可能一档是苹果概念股，一档是业绩成长股，一档是底部筹码干净，三大法人正在买进的股票。投资股票开大门走大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赚钱。那今天开放给各位哈，投资组合三档，严老师亲自通知。好，那持股的问题啊。今天老师说过了哈，老师的持股跟一般老师不一样，每一位打电话进来的都是由严老师亲自的来帮各位服务，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请用五分钟，嘴去听，请用气听五分钟，五分钟不好。韵达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分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韵达投顾致富专线02-2781-0909，2781-0909。轴轮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斟酌每一个环节，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因为珍惜托付，所以全力以赴。韵达投顾02-2781-0909，02-2781-0909。下雨淋，真的好希望有一台可以遮风避雨的车哦。龙兴专业银行贷款顾问02-6637-1353，龙兴。人生一世人打拼，当要爱去世界各地行行的时阵，可能嘛较无体能去执行。世界自然遗产 DVD 套组收录50个世界自然遗产。有丰富的地形、生态、景色，以及濒临绝种的生物等，让你在厝内嘛会当欣赏到全世界上好、上水的风光。有英语以及日语发音，配合中文、英文、日文、日。